幸好我是金公公，这个我们群里最好的回击战的富士 Loft 的电风空调，空气清化器，哇，景观超级好的，小仓库，衣柜两个，就是冰箱，还设个橱柜，这看一下水车、滚筒洗衣机，这个有什么东西呢？就是鞋柜很大的，在卫生间里面进去看一下。洗脸台、马桶、洗脚架分离的挺好吧？真的好呢。这样我们 Robert 去看一下 Robert，Robert 这样好漂亮的 Robert，很大的，很阳光很好的，这样上来看一下，阳光超级好的 Robert 去看一下。哦，这样看了，这样看一下，呀，1米2的高，就1米2，1米2的，是个球柜。下面看的景啊，早上起来的景观真的很漂亮的，好漂亮的景观的，真的。这样出去一下，下去一下，这个小秋裤可以放进去的，这个可以上来，是吧？真的好的，挺好的这个东西，很高档，其实很高档，很样样。这我是金公公。